此的强烈，眼角的泪他给过谁，伤透了心也无所谓，我会愿意静静地陪在你身边。如果说爱已不可为，我觉得杨洋其实挺好的，你看，这个我觉得他也挺感兴趣的。我害怕会失去你的感觉，哦哦，怎么会开始对你有了感觉？又生怕朋友默契转身不见，矛盾着，犹豫不决，没准备跨越爱的界限。怎么会开始对你有了感觉？深陷朋友恋人之间的危险，进与退，被爱包围，谁犯规都狼狈，谁能解围，让一切完美？最棒的微微。